方式跟各位讲，橘子成熟第一个条件，它就是垂下来弯腰的。我家橘子全部都是已经矮化过，所以你不用爬到树上去哈，爬到树上太危险。第二个，一棵树上刚才有讲，如果挂两只牌子，意思是什么？它有两种品种，像这个前面就是你们刚刚吃的碰柑，后面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，这么小颗叫做上面写砂糖橘，就是砂糖橘。砂糖橘还没成熟，大概要下个月才会成熟。大家呢预约来现场试戴貔貅，现场看老师开光，开光之后呢就会讲解注意事项，如果你有貔貅问题也可以现场询问哦，来现场的人都要预约，加赖预约哦。